Hello，欢迎收看《肥猫的三分钟乌克丽丽》课程。那我们上次教到指勾，然后用这首歌来当做这个练习 ，Like the way you like， 我很喜欢这首歌。那它的和弦进行，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教过了，所以 G minor、S、D、B、F 怎么按也教过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右手的这个 strumming 的一个基本的基础。那这首歌我们用这样子来讲，讲讲看，来弹弹看。OK， 那这边有没有？这边这个下的意思呢，这个是一个recent 的一个写法，简单的写法。那下的意思就是叫你往下 ，OK。上的意思就是叫你往上 ，OK。好，所以呢就是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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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。叉叉是什么意思呢？叉意思说其实是一个闷音，有没有？啪啪这样子。所以呢？它弹起来就是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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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闷音啪啪这样子两下，所以呢，我按照和弦来弹弹看呢。首先讲一下右手的姿势呢，我们一开始最基本的strumming，我们把手指这样子，有没有直立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把食指劈这样，有没有出来，把食指弄出来，然后右手呢，右手是这样子的一个姿势，然后右手的手臂这边靠在这个地方。放在你的乌克丽丽上，然后我们来看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右手弹的时候，记得我们不是用手臂去刷它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动是手臂，那什么样的动是手腕呢？这样才是手腕。你们看过大家练外单弓吗？外单弓，那老人的外单弓就是这样，你们可以刷来看，外单弓是怎么样甩？外单弓不是这样甩吗？这样甩，有没有？可以甩很快。当你把外单弓的甩的方法，把手指拉出来，然后呢，再丢到这个和弦上面来的话，就会变成这样。当然，你在食指在接触弦的时候是用食指的指尖，然后我们弹的时候，有时候弹 reason， 我们弹前面的时候呢是比较 soft 的声音，后面的声音是比较亮的声音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们来弹看这首歌。OK， 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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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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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换和弦，有没有？那你的要怎么的要怎么闷音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你有右手跟左手的方式。那我们现在用左手的方式就好。左手方式你可以用小指放上来，然后轻轻的放在弦上面。但是我们一开始的初学者，其实先不要学这个的这两个音，好，因为你可能比较困难一点。你跟先把和弦按好，先把刷好就好。所以我们就要弹下上下上下。上下上下换和弦，有没有？慢一点哦，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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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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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学会了吗？来练练看哦，拜拜。